弟兄姐妹，很快开始今天的分享，在开始之前请帮我们做几件事，这是一个很好传福音的方法。首先先帮我们按赞，然后呢帮我们订阅，而且把它分享出去，这样很多人就会看见这个很棒的讲道，对不对？还有就是帮我们打开小铃铛，这样子呢我们最新的影片你就会最快看到。还有呢，如果你觉得我们讲话讲太快，请在设定这个地方把它变慢，它有一个地方可以调速度，调慢我们讲话就会变慢。如果你觉得太长，你就把它调快，我们讲话就会变快。无论如何，愿上帝祝福你。很快要开始今天讲到，我们今天讲到题目是恩典 VS 律法，恩典的福音。开始前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耶稣，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这么爱我们。主啊，谢谢你，谢谢你，首先主啊，因着人的软弱，你赐下了律法。主啊，我们谢谢你赐下律法，因为律法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而我们要引向基督。因为律法是圣洁的，而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够靠自己的行为来圣洁，然后我们会转向恩典。因为你愿意我们或冷或热，也许很火热的去靠着行为，像一开始的保罗，一开始还叫扫罗的时候，想要靠着行为来服侍神，最后残杀神的教会，那样火热的靠行为，最后转向纯恩典。或者是完全就知道不能靠自己行为，哦，就是冷的，然后靠着耶稣基督，然后得着那个恩典。主啊，是的，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活在真正的恩典里头。主啊，谢谢你，你没有废掉律法，你乃是成全的律法。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恩典。主啊，是的，你就是那个道路、真理跟生命。主啊，你就是那位我们的恩典的主。主啊，谢谢你，你今天你的话语被打开就发出亮光，是每个弟兄姐妹得着益处。主啊，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祝福我们欢欣喜乐来享受你各样的福分。主啊，在过年的这段假期以及之后的各样的休息，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祝福这里每一位。主啊，是的，你也分别为圣孩子口跟孩子心，如同你已经做成了，祝福这里每一位。主啊，倾听的人倾听的心，看见上帝的荣耀，奉圣祷告，阿们。好，今天题目是恩典 VS 律法，恩典的福音。好，首先呢我来念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四节，请念。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虽然呢我们今天是主题式的，但是我还是要先讲使徒行传。对，好了 OK。 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四节的和合本，它翻的是恩惠的福音。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就说啊，那个讲恩典福音的啊，讲恩典真理的啊，他们都是什么异端，都是有问题的，都是极端。有些人会这样说，因为圣经上他们说没有恩典福音，那是因为和合本翻的是恩惠的福音。你知道和合本为什么叫和合本吗？就是把很多不同人的翻译合在一起叫做和合本。那简单说是什么，你有没有吃过那个我们台菜有一道菜，就是那个中破塞会在最后把所有的菜被弄起来炖一个东西，叫做什么，类似佛跳墙的东西。对啦，就是反正没关系，就是把各个东西拼在一起。所以有些人那个字会翻恩惠，有些人那个字会翻恩典，就很像是 metanoia 这个字应该要翻懊悔比较对，可是我们绝大部分翻悔改，可是有些地方翻懊悔。对，那所以其实就是和合本的问题，那就是和合本。 OK， 所以呢我们来多看几个版本就知道，其实大家弟兄姐妹你要了解，当我们在听恩典福音的时候，我们在听这些东西，你尽管拿圣经来查验。我们上个礼拜才讲过，我还是要讲使徒行传的内容。好，就是呢有人说保罗是异端，对不对？那些人说保罗是异端，连保罗都被说异端了，那你在意什么，对不对？真正的福音真的会被攻击。我觉得我很喜欢约翰卫斯理，大家知道约翰卫斯理是谁吗？就是现在卫理公会的那位开始的创办，可以用创办人这个词吧，创办人其实耶稣 OK 了。好，就是卫理公会的那位卫斯理，约翰卫斯理。好，然后呢他有一次他骑着马，然后突然间跟神，那个年代没有车，他们骑马说，主啊，该不会是我传讲的真理我妥协了吧，最近怎么没什么人拿石头丢我。他自己说的哦，他在传讲真正的福音的时候，以前人家都会拿石头丢他哦，他有一阵子没被丢，想说是不是我妥协，他就搞到寻求主。没有，只是刚好有反过来有另一个角度，是那些人通通都相信真的福音，就不会丢他，对不对？
你们不要借故拿石头丢我，对，不用，我这只是形容而已，对不对？千万不要，你们拿石头丢我没有任何意义，你们可以拿钞票丢我，就过年的时候 捏起来丢我，对，尽量丢，对不对？不可以用硬币哦，不收零钱，好啦，开玩笑。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真正的福音真的会被攻击，很正常嘛。你有看过300块的假钞吗？台币？你有看过台币300吗？或台币700的假钞吗？为什么？台币最大不是2000吗？我们来订5000的台币假钞好了，这样一张抵5张，哎，要不要？来订个5000块台币假钞，没有人会被骗，对不对？只有真的才会被仿，对不对？有人仿1000块假钞、2000块假钞，有没有仿5000块假钞？没有啊，所以真的才会被仿嘛，是不是？你去 A 货的店里面 ，A 货就是仿的店，然后老板会跟你说：“你看我们这个多像那个店里面的，根本看不出来了。哦，只有我们的，我们这个跟他一样啊，这个差不多，你完全摸不出来啊。”啊，你到店里面，真正的原厂，他只有说只有我们这个是对的，对，没关系，我讲这个东西，我只是要告诉你。我们会受到一些有些弟兄姐妹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可是没关系，我们把圣经拿出来嘛，圣经说什么就是什么嘛，圣经说不是什么就不是什么嘛，而不是他的宗教传统或是各样的东西。 OK， 好，所以这边提到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可是我们来看其他版本就会发现了。来，请和本2010年，请念。我却不以性命为念，只要走完我的路程，完成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分，为上帝恩典的福音做见证。好，所以这是2010年版本的和合本，它类似一个修订版，它是不是就把它修回恩典的福音？所以你现在是不是在讲恩典的福音？你是不是在听恩典的福音？圣经上是不是有恩典的福音？对啊，我是信耶稣，我又不是信和合本。然后我还听过一个牧师说，你们那些人，你们看那个什么其他翻译本，我们最属灵，我们只看和合本，因为和合本是最古老，你个头啦。你知道有多少中文译本吗？我有些时候还要去翻那些有一些很古老很古老的版本，我还去看太平天国读的圣经，欸，大家知道吗？太平天国又读上一开始洪秀全是真的听福音的人，后来我们就不予置评。洪秀全自称是耶稣的弟弟，哎，其实我也是耶稣的弟弟，而且我也姓洪啊。我们现在要揭竿起义吗？皇天当立，不是睡在甲子，哦，没有，那是黄金贼，对不起，好了 ，OK。我的意思是说，其实真正如果你要说最古老的中文圣经，你知道是什么吗？是景教。大家知道景教吗？唐朝的时候传进唐朝的皇家的基督教叫做景教。还有一个叫大秦景教流行碑，有看过这个碑吗？最少历史课本以前有，现在不晓得有没有。现在回答这种东西都要小心露出你自己的年纪。好了 ，OK。所以我要跟你说的事情是，那个时候唐朝的时候，福音就传进中国文化圈里面了，而且还很大的复兴哦。然后那个时候的翻译是什么？保罗被翻成保禄法王。法王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法王，就是护法那个法王，然后保禄就是卖狗粮的那个保禄。真的是这样啊，你有种去读那个版本再来说啊，什么最古老的和本就是一个很棒的译本，我们还是要说它帮助了非常非常非常多人，可是它不是唯一的译本。好，所以2010年修成恩典的福音。我们再看下一个版本。好，中文标准译本，请念。但是我不把自己的生命看为宝贵，为要跑进我该跑的路程，为神恩典的福音郑重的做见证。好，中文标准译本也翻为神恩典的福音郑重的做见证。所以福音就是恩典的福音啊。好，我们继续再往下看一个版本，恢复本，请念。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郑重见证神恩典的福音。这是恢复本，我们召会的弟兄姐妹所看的恩典的福音。你知道召会的弟兄姐妹非常的棒吗？他们有一栋大楼在信义路跟基隆路交口那边，然后叫信基大楼，然后就是信基督大楼，对，就是刚刚好就会在那里啊。该不会是想当年就已经买好决定要，没有，就是上帝会带领。然后他们读圣经，他们就很清楚地讲恩典的福音。而且大家知道尼拓生弟兄嘛，尼拓生他亲口说了，他自己的书里面写下来了，恩典是有人位的，恩典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人位是就召会的弟兄姐妹用的词，他们用的词跟我们用的词有些时候不大一样。他们有一个词叫小牌，我想说哦，我知道你有小牌，
不是，他们小牌就是小组的意思啊。对，然后他们用的词，比如说人位，我们用的是位格。恩典是有人位，恩典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是尼托生说的。而且尼托生是一个绝大部分教派都觉得他非常棒的，像什么主工人性格啊等等一些非常好的书的作者，而且是世界知名的，不是只有我们华人圈的。他自己说的，恩典的福音，恩典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就耶稣基督的福音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律法是什么？律法以人为中心，恩典以神为中心，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律法以人为中心，恩典以神为中心？想象一下，好，什么叫以人为中心呢？是律法这个字中间有一个人吗？没有，不是。好，那恩典这个字中间有一个神吗？也不是。重要的事情是律法在看你有没有做得好。我不晓得你的信仰生活怎样，可是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你在以前的教会，他会常常要你不断的认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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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早上起来就要一直认罪，然后就想，主啊我有什么罪，主啊我有什么罪。你会发现每次都是主啊，好像是发语词，很像呼吸一样，主啊这样，或者是发语词，就是习惯这样，主啊我有什么罪，然后就一直在想，我有什么罪，我有什么罪，我有什么罪，就在看自己。请问你是信认罪教还是我有什么罪教？你信的是基督教吧？当然我们其实不是一个宗教，而是你信的是耶稣基督，对不对？你应该定睛的是耶稣，还是定睛自己有没有罪？其实定睛耶稣，老实说，我们说实话，我们去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讲到，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没有听过任何一个人信耶稣之后没有犯过一点罪的。一个诚实的人都必须承认，你信耶稣之后还是会犯罪的，因为新约的罪的要求是更高的。吃什么不出于信心就是罪。昨天晚上吃什么？有信心吗？那个咸酥鸡吃下去是很有信心吗？那个五花肉分明不应该吃的都已经知道，你想说现在有衣服遮不怕是不是？我刚才上来之后，我老婆说一定要穿西装外套，好，没问题。这种东西的设计就是让你看不出来。好，所以首先没有啊，所以你懂我意思吗？连吃什么不出于信心都是罪，是怎样？人生那么苦哦。然后呢，看见什么善事不去行，当行的善事不去行也是罪。拜托，怎么可能不犯罪 ？OK， 那照这个逻辑，你要每天那边认罪、认罪、认罪、认罪，那你不是每天在看自己？你信耶稣是定睛看耶稣，还是定睛看自己？所以律法是以人为中心，恩典以神为中心，什么意思？我们定睛看的是耶稣做成的，而不是我做成的。你知道吗？受到压力的时候，你把柳丁压压压，就会流出柳丁汁。你把葡萄压压就会流出葡萄汁，你把我压压就会流出。哎，你们这些人会残忍啊，不能先流汗吗？好啦，你压压是没有脂肪会流出来，不要这样好不好？相煎何太急，本是同根生，大家都蛮油油的。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开玩笑开玩笑，你懂我意思吗？可是耶稣受压，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承受了什么？耶稣遇到那一些的压力面对的是什么？他在十字架上面他能够说，主啊赦免他们，他们不想在做什么。如果是我的话，就主啊杀光他们，痛死啦，一定是这样的。因为你知道十字架是多么多么的痛苦，多么为主我们承受那一切。而恩典是以神为中心，是神做的这么的好，耶稣已经赦免你过去现在未来所有一切的罪。我必须说，真的会有人这样，当你比如说好，你请一个朋友吃饭，然后呢他平常都点就是正常的价钱，因为你请他就点最贵的，还叫三四份还外带，那你会有什么感想？有没有这种人？其实有这种人哦。所以我就因为有这种人，所以我就不相信人性吗？或者是简单说，上帝给人的这么多，我赦免你过去现在未来所有一切的罪，还是有人会因此犯罪？真的有。我必须说这是人性嘛，我帮你出全部，那他就尽量点了。可是绝大部分人，你请他吃饭，他平常可能吃一个人吃个200-300，因为你请他就点150，正常人会这样嘛，对不对？然后你就会说，那你再多点一点这样子，对不对？然后那关系就很融洽嘛，对不对？对，可是你懂我意思，我的意思不是说，所以神赦免你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罪，所以你就要，那主啊，我可以求给我一双袜子好吗？主啊，我真需要一双袜子。主啊，我迫切祷告，祷告了3天3夜，袜子怎么还没来？麻烦请去巷口买好不好？这种事就不要祷告了。如果你要的是一个袜子工厂，你再好好祷告。你要一双袜子就直接去买吧，好不好 ？OK。所以恩典是以神为中心，神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的事。
律法是以人为中心，所以我们要活出一个东西。简单说，当你以你自己的东西为中心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律法，要小心，要来面对自己。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咯。好，律法之下你做对的才是义人，恩典之下你信对的就是义人。知道差别是什么吗？信的对你就会活得对，你只是信对，你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你才会活得对，可是你只要信对，你就是义人，因为你是因信称义的义人。以前呢，你可能会听过我们是因信称义蒙恩得救的罪人，你其实这是有逻辑问题，你知道吗？因信称义的罪人是有逻辑问题，因为你已经相信被称为义，然后你是罪人，就很像是你已经是一个帅哥了，你还觉得自己很丑，有些时候会有这种状况，我以前也是这样啊。怎样就是可以夸自己一下，是不是？唉，我现在已经活在我的生命跟命定里面。好了，没有了。我的意思就只是说，神已经称你为义了，神都说义人，然后你说你是个罪人，那到底是怎样？你懂我意思吗？你因为相信他称你为义，他说你是义，那你是义人还是罪人？你是义人吗？所以你就不会怎样？你就不会水肿，对不对？为什么？第一次来的弟兄姐妹，因为义人可以消水肿。对，绿豆是哪里人？嘉义人，因为绿豆嘉义人。你去吃绿豆嘉义人，哦，懂了哈，好心朋友。OK， 好。所以呢，义人不会水肿，义人不仅不会水肿，你是义人，你就可以健康长寿，你可以跟神支取义人该有的一切，信得对，活得对，你是义人。而律法是你做得好才是义人啊。好，但也有些弟兄姐妹会说，那所以现在都不用律法咯？不是，律法是好的，在你跟神的关系里面，你绝对要活在恩典里头，可是还是有所谓的律法法律啊。你开车也是不能闯红灯啊，不闯红灯是为了谁？是为你的命，好不好？你闯闯看，闯闯看，不要了，不要不要不要，我们要教唆那个不要，千万不要去闯。可是你要知道国家的运行等等还是有律法的，只是那个律法你不是受制于它，你懂意思吗？我今天不闯红灯不是因为我不要违法，是因为我不想撞死前面那个路人，因为你爱他，懂这个意思吗？还是其实你很想撞死他，你还是不可以，好不好？好，继续往下。律法的焦点是你做到了什么，恩典的焦点是在十字架上面耶稣完成了什么。那耶稣完成了什么？耶稣完成你所需要这一切。简单说，所有基督徒都相信一件事，信耶稣会罪得赦免。你相信你的罪得赦免了吗？过去现在未来说一切的罪都得赦免。你知道你没有认到的罪也得赦免了吗？绝大部分基督徒都相信耶稣之前所有罪得赦免，信耶稣之后的罪，很多教会认为你要认罪才会赦免，有认到的罪才会赦免。你知道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逻辑问题吗？旧约有一个祭叫做赎愆祭，大家知道那是什么吗？就是为你无心犯的错，你所不知道犯的错而献祭。那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你不知道罪，你要怎么认？你懂我意思吗？那如果你要认过的罪才会得赦免，你不知道就不能认啦。那你不知道犯的罪，你就不得赦免，那你信耶稣就会下地狱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会撑到最后一刻才信耶稣啊，因为他认为信耶稣前面的罪会得赦免。你懂我意思吗？你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完成什么吗？我们刚才讲到十字架是怎样，十字架其实最大的痛苦是什么？是当你被钉上去的时候，有人说钉这边，有人科学说你钉这边你体重不够你会断掉，所以要钉在这边。无论钉痕钉在哪里，重点不是在哪里，而是十字架的痛苦有多大的痛苦。你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不是只是痛而已，你知道十字架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当然你手脚被穿过去，你知道有多痛吗？我小时候有一次被牙签穿过我的脚，脚趾啦，这样穿进去，然后很痛，所以我从小就开始体会耶稣的钉痕，这样子，好属灵。好了，没关系，那个超痛的，但是你知道吗？十字架的痛苦不是被钉这件事，是他钉上去之后，人体的问题是你的体重会。支撑点一跟二跟脚，对不对？请问一下，你的体重用这么小的面积来撑，你会发生什么事？你会垂下来，对不对？可是垂下来，你的肺就被压迫，你被压迫之后就没办法呼吸，你的身体就会因为你没有办法呼吸，你无论如何想活下去，你的身体会保护你，对不对？所以你就会强制自己呼吸，然后呼吸的时候要干嘛？你就要再撑一次。你想象一下，就你的体重，我知道你很瘦，
好，没关系。就说你的体重要用脚那个钉痕，还有这个地方撑开来撑，每一次等于再钉你一次那么痛，懂意思吗？在伤口上撒盐，那你多久要呼吸一次？算你一分钟一次，好吧？基本上你因为很痛嘛，所以要撑，撑的不行的。算你一分钟一次，一小时要多少？一分就六十次嘛，对不对？一小时六十分钟应该没问题吧？哦，好好，那我们抓一百次好了，好吧？其实比较合理哈。你被钉个九个小时，你就要受九百次这种痛苦，被钉九百次哎、欸。而且你到后来是怎样？你会有的事情是你没有体力，你想要撑起来呼吸，你只能呼吸到一点点，然后呼吸也不够又痛，然后又没体力，是这样子的。那这也是为什么到那个时候，耶稣旁边有两个，那两个都还没死，对不对？耶稣是自己把灵魂交给天父的，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去看，因为逾越节嘛，所以说他们要去看他们两个死了没，他们两个都还没死，就打断他们 的小腿或腿骨，你晓得为什么？因为就撑不起来啦，你懂意思吗？他就没有办法呼吸啊，他们是死于窒息，极大的痛苦之后死于窒息。然后看耶稣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骨了，但是为了确保就在肋旁刺，然后血跟水就分离喷出来，所以他是真的死掉了，耶稣就是真的死掉了。所以这是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承受，他每一个那个痛苦，他每撑起来一下，巨蜥的罪得到赦免，巨蜥能够得医治，巨蜥能够进到丰盛里，然后再撑起来一次，把自己的名字放进去啊，还在等什么？懂我意思吗？不然每次你们所有人一起祝福我，谢谢啊，够意思，干甲祝，你懂吗？这就是我们主为你做成，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什么？你知道耶稣上十字架有一堆鞭伤，旁边那两个是没什么鞭伤，你知道吗？因为十字架已经是重罪了，基本上是极刑，所以通常就不用再判一个鞭打他了。可是呢，耶稣却是必须为我们受鞭伤，为什么？因为他的刑罚是使我们得平安，我们罪得赦免，可是他的鞭伤才使我们得医治。那个时候比拉多是想要鞭打耶稣，然后打给那些犹太人开心爽就算了，就放了耶稣，这样子他最好。他怎么知道他把耶稣钉了，他的门徒会不会起来革命，对不对？那比拉多不就丢工作了？所以呢，他就是想要把耶稣鞭一鞭鞭一鞭，让那些犹太人看看很开心就放了他。结果那些犹太人把他鞭完之后还叫他钉他十字架，那是什么意思？我都已经被打成这样了还不能被放，那你干嘛直接钉我，还少受一点痛苦？就是我们主为我们成就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成就，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然后他为我们死。所以你要知道主为我们成就这些事，你要知道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你要知道你的身体你可以支取。那你的题目会问啊，我已经支取了，为什么还没好，对不对？请去网络上看，我们其实讨论过很多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就不讨论这个题目了，继续往下。好，律法借着仆人传递给予恩典真理，由儿子亲临。大家知道这经文是什么吗？来，我们来请念恩典真理在一起的这个经文，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请。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这是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摩西是一个仆人，律法借着仆人摩西传的，恩典真理由儿子亲临，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大家知道什么意思？摩西很像是一个快递，但我们收过快递，大家知道快递的是什么吗？你们有来吗？今天台下很多人，可是怎么都这样。但好、啊、那我们先讲个笑话好了。那个小明啊，他回到家，然后他妈妈就说，小明，我们有快递要给你。他说，父母终于训练我完成，原来我就是个富二代，我们家有一块地要给我、啊、原来是这样，他们终于把我训练完了。然后呢，他想说这块地在哪里，该不会在信义区吧，最贵的菜园还是什么。然后他就很冷静，尽量冷静，其实心里非常跳动，哇，终于恢复我富二代的身份了。妈，那块地在哪？他说，哦，那块地在你桌上，就快递送东西来，有快递给你，不是有一块地给你，是有快递要给你。好 ，OK， 所以摩西像一个快递，把律法快递过来给你，叫你遵守。他做不到，摩西也没有办法全守律法，连摩西都没有办法，你也没有办法遵守律法。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他亲自来到我们的当中，他与我们一样。至高的神他降生，
我们才刚过圣诞节，对不对？虽然耶稣应该不是圣诞节生的 ，OK 好，但是呢，没关系，圣诞节是纪念耶稣诞生的日子。你知道不同的宗教圣诞节不一样吗？东正教的圣诞节就不是十二月二十五号。大家知道东正教吗？希腊正教，他们就跟我们不一样。好，没关系，重要的事情是纪念耶稣基督诞生，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我们主耶稣为我们降生在世上，你想象一下哈，你自己本身，你有没有生病然后家人喂你吃饭过？可能不一定有，对不对？你小时候只有小时候被喂过吃饭，对不对？然后如果你好手好脚的，人家还喂你吃饭，你会觉得很奇怪，会很丢脸。当然我知道那种谈恋爱的不算了，我知道那个什么老公什么啊，一颗葡萄那不算，那个不一样。我的意思就只是说，人家喂你吃饭，在你好手好脚的状况之下，你是会觉得很疼那个，对不对？然后人家帮你把屎把尿，会不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可是耶稣是至高的神，创造天地万有的主，他有百分之百的神性跟百分之百的人性，他却限制自己变成小婴儿，降生成小婴儿，然后让你帮他把屎把尿。光是这件事都很羞耻，我是创造主，要你帮我把屎把尿，我是创造主，需要你喂我吃饭，前面还要喝奶，还要扒着他妈妈喝奶，这样子，懂我意思吗？光这件事，你不要去想耶稣身上那个痛苦，你能够为了爱你的牧师，让人家帮你把屎把尿吗？听起来这形容词有点怪。我的意思，我只是举例一下，耶稣为了爱你，他降生成人，你知道是多么的降卑的事情吗？你愿意为了耶稣变成一只蚂蚁吗？你能够想象吗？神降生成人，比你变成蚂蚁还要卑微，你知道吗？你完全无法想象，对不对？因为你都是看那个什么卡通，觉得变蚂蚁很厉害，其实没有。你想象一下，变成那样，你变成一只狗有什么想法？我有些狗过得比我还好。对，我懂，我懂。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变成这样子。对啊，哦，那个毛小孩过得比人小孩还好。说什么忙得像条狗？哪有？那个狗每天都很轻松，那边吃吃喝喝的，好不好？真的是，对不对？没关系，我们祝福我们的生活要在神的儿女的身份里面，我们不会忙得像条狗。连狗都比你轻松，有些时候会这样想，对，不要这样，我们会活在神的恩典里。好，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我们继续往下。好，大家知道这个例子，对不对？恩典加真理，恩典真理是什么意思？木瓜加牛奶，木瓜牛奶。我们举过这个例子，对不对？这是一个 ，This is a papaya。哦，没有 ，This is a banana。那已经很退流行了，做的就太弱了。就很像我现在跳 Margarita， 你有什么看法？好了，根本不晓得我在讲什么。啊，算了算了，回来，你们不要装年轻了。好 ，OK， 好，木瓜加牛奶。好，我们用这个，你知道，哦，希腊文的原文，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这个"来"这个字的希腊文的原文是单数的动词。我们大家都知道英文嘛，对不对？你的英文很好，你的英文猜不猜都不重点。重要的事情是，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这个"来"是单数动词，意思是。如果前面恩典跟真理是两个东西，从英文的角度它一定要是复数动词，对不对？懂我意思吗？国中有学英文吗？ OK 啦，恩典和真理都有耶稣基督来的，这个来的动词是单数动词，其实代表一件什么事？就很像我们下面提的这个图，如果我说木瓜跟牛奶来了，那个来一定要是复数动词，只有一个状况可以让那个木瓜牛奶来了是单数动词，就是木瓜牛奶打成一杯了，那边那杯统一木瓜牛奶，我要跟他收赞助费，为什么要有他的那个，懂我意思吗？恩典跟真理是打在一起了才能够单数动词啊，你现在去查，啊，恩典和真理从耶稣基督来，那个来的单数动词，那是单数动词，所以代表恩典跟真理是在一起的，懂意思吗？你喝木瓜牛奶的时候，喝一杯木瓜牛奶，你有办法说，哦，我这口我只想喝木瓜，然后现在我想喝牛奶，我这口要喝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二木瓜，没有办法，它打在一起，对不对？有吧？这我还讲什么？喝过木瓜牛奶吧？我说的不是那种放太久，然后已经分离的那个，很恶心，不要喝，可能会拉肚子。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喝木瓜牛奶喝下去，就是有木瓜也有牛奶，你恩典跟真理传下去，就是恩典跟真理在一起。你要传讲真理的时候带着恩典，你要传讲恩典的时候也有真理。我们一直以为一个错误，你会发现这边有律法、恩典跟真理三个不同的词，我们把真理当成律法。很多人以为，哦，那个恩典就是神很爱我们，真理就是神要求我们，才不是咧，律法才是神要求我们。
对不对？律法规定你要做这个，不然就怎样怎样怎样，对不对？恩典就是耶稣已经为你做成那一切，真理是什么？他为你做成的这恩典是耶稣基督自己，真理也是耶稣基督自己啊，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的脑海里面被这个世界灌输了，我们人就是要做得好才会被爱，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嘛，对不对？你小时候考100分，你爸妈就会给你奖赏。我爸那时候说我考前3名就给我养一只狗，这辈子没养过狗。没有啦， 后来他们捡了一只狗让我偷偷养了一下，觉得蛮开心。我还是没有考到前三名，这辈子没有考到前三名啊。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恩典跟真理是在一起。你要知道，当你传讲恩典的时候，你就要传讲真理，你在传讲真理的时候传讲恩典。你在喝牧羊牛奶的时候，无论何都有牧羊跟牛奶，了解了吗？这就是我们的主嘛。好，继续往下咯。好，律法带来死亡，恩典带来生命。为什么律法会带来死亡？你知道律法是没有问题的，你知道吗？律法是圣洁的哦，不可杀人是对的吧？没错吧？有谁反对？我们杀了你，不是啊？那我们就犯律法。好，律法带来死亡。律法的问题不是律法本身有问题，是你做不到才有问题啊。了解吗？律法带来死亡，恩典带来生命。不可杀人，我们就不可杀人。可是你现在在恩典里面，你还是不杀人。可是你不是因为不可杀人才不杀人，因为你爱人而不杀人，了解吗？你爱那个人，所以你不杀他。律法带来死亡，恩典带来生命。我们继续往下看。律法之下，来，我们来念一下好了。我们那个括号里面不用念。好，我们请念律法之下，请。律法之下，摩西第一个神迹是把水变血，其结果就是死亡。恩典之下，耶稣第一个神迹是把水变酒，其结果就是生命和欢庆。你去了解一下，你会发现你把很多律法跟恩典的对比，其实神都留下这么多对比。好，摩西的第一个神迹是把水变血，结果就是死亡。大家知道吗？就是埃及的十灾的第一个灾叫做血灾，大家知道就是水就变成血啊。 OK， 什么意思？因为那个是在律法之下，所以人犯罪嘛，对不对？人有罪啊，所以你的水会变成血啊。因为你想要靠你自己的行为啊，那是律法。你想要靠自己，你怎么样做都做得不够好啊。你这人生你有没有所有考试都考100分过？不可能嘛，对不对？其实也有这种人哦，我不晓得他们骗我，我怎么去查。可是他是非常非常优秀，就是有碰过那种什么什么哈佛的那种，他就是没有任何考试难得倒他那种。好，那个就是功课好而已嘛，品格也一样好吗？不一定嘛，对不对？好，但是呢，恩典之下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耶稣的第一个神迹是把水变酒，结果就是生命跟欢庆。第一个是水变成血，但是耶稣来是把水变酒。所以你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第一个神迹是为什么有第一个神迹？是大家迫切祷告吗？是耶稣为了要跟几千个人传福音得到他们灵魂吗？没有，他们在 party 耶。神事实上赐给把水变成酒，事实上那个状况是怎么样，大家知道吗？在加拿的婚宴，耶稣去参加加拿的婚宴，然后呢那个时代的习俗是新郎要准备，而且他们有一个习俗是要喝7天哦，他要欢庆7天，因为结婚是很盛大的事，很重要的事，他们认为这约是永约，永远直到用只有死亡能够分开婚姻这件事。 OK， 好，然后呢，所以呢，新郎有一个重要就是要不断提供好酒好菜给大家，这很正常嘛，对不对？你有没有去吃过那种喜宴，然后很难吃，然后很想要把红包拿回来部分这样？这就是为什么都先收红包，懂了吗？如果吃完才收，就真的蛮危险的。好了 ，OK， 好。更讨厌的是同桌的那种，要不要吃？不吃我带走，然后根本你还没回答就把你包走，有没有那种人？现在这个时代越来越多这种人，真的是。好了 ，OK， 好。然后呢，酒就被喝完了。然后呢，耶稣就把水变成酒。可是耶稣把水变成酒的故事大家记得吗？如果是我，你有没有看那个奇异博士，雷神索尔把啤酒杯拿起来，然后他就一次把硬而尽，对不对？然后呢，奇异博士就把它这样升上来，又变多了，对不对？那个是比较有效率的做法，又比较有戏剧性，对不对？喝一口，变多，没有了，这个我不会。好，可是耶稣是怎样？耶稣有没有能力直接把他们倒酒的酒瓶里面直接装满？绝对可以嘛，对不对？可是耶稣却怎样？耶稣叫了谁来？耶稣跟那些舀水的人说，
叫他们去把水从池缸里舀出来，有六口大的石缸，把水舀出来，舀出来之后那个水就变成酒。他没有把六个石缸都变成酒哦，他把舀出来到酒瓶里面的就变成酒哦，把舀出来就变成酒哦。你有没有发现耶稣有点多此一举？干嘛叫人来把水舀出来才变成酒？可以把水变酒，那你会不把空气变酒有什么差别？酒瓶里有空气吧，变酒就好。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耶稣要人跟他同工，你懂意思吗？他要让人一起分这个奖赏，你知道吗？以前我们做业务的时候，尽可能功劳要算自己的，因为这样奖金才多，对不对？最好同事要来分的时候，你就证明都是你的，你就可以拿更多，对不对？这个叫做你要赚钱的思维。可是耶稣的思维是怎样？我要人跟我同工，我要让他们同得奖赏。耶稣是要得什么奖赏？他是发奖赏的人，好不好？懂我意思吗？所以你去把水舀出来，这是一个信心的工作啊，这是一个信心的举动，你懂吗？你把水舀出来，然后就要端上去给人家喝，这是不是一个信心的工作？没弄好，我怎么知道耶稣会骗我？舀上去端下去喝下去是水，我就被 fire 了。你敢做这件事吗？你不一定敢啊，但是那些人做啦，对不对？好，然后呢，水就变成酒，而且变成很好的好酒，非常棒的陈年好酒。有一些东西陈旧的更美，懂吗？朋友是老的好，酒也是老的好，除了啤酒，啤酒老的不好喝。好了，对不起。所以你知道耶稣总是找机会来奖赏人，把水舀出来这件事，老实说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可是你要去做这件事，你就跟他同工同得奖赏，然后你就经历神迹了。比如说他经历这个神迹，把水舀出来，他就觉得把水舀出来这件事会变成酒，所以呢他就觉得哦，那天太棒，我把水舀出来然后就有酒，所以呢他就觉得我每就今天就要来试，然后就一直舀水，一直舀水，一直舀水，都没有变成酒，一定是我不够努力，再舀100次还是没有，一定是我不够努力，我明天再舀300次还是没有，一定是我不够敬虔，方言祷告完再继续弄不行，我边方言祷告边弄还是不行，我禁食20天再边方言祷告再边弄还是不行。为什么？因为耶稣没有叫你去把水舀出来变成酒，你怎么弄都不会变成酒。可是什么叫做律法？这就是人，我觉得我这样做一次行，所以我下次就一定要用这个方法，我就要 成立一个把水舀出来变酒的教会，然后全教会大家敬拜时间就开始。天哪，你懂我意思吗？我们其实是要活在一个跟从神而不是跟从神迹或者神的作为的生命里头。 OK， 所以你看耶稣的第一个神迹是把水变成酒，然后他的结果就是生命跟欢庆，这就是恩典啊。我们才刚邀请一位我们以色列的一位讲员，一位朋友，我们之前去以色列的导游，然后来我们录了一个以色列特辑，就是用我们的摄影棚，然后那个坐在哭墙前面录。 OK， 好，然后我们就讨论一个问题啊，你知道以色列的酒，以色列的葡萄是7月或8月生产的，那你知道逾越节通常是4月，所以7月到8月你葡萄生产，你把它挤成汁，然后呢，无论用任何方法保存，反正你到明年4月它一定会发酵了。所以啊，耶稣一定有在喝酒，所以不是不能喝酒，只是不要过量。耶稣也希望大家开心，所以耶稣把水变酒，然后让那个新郎很快乐地享受了他婚礼里面的欢欣。请问耶稣有在做什么太属灵的事吗？喝完这些酒每一个人都信耶稣了吗？并没有啊，他们是来参加婚宴的啊，对不对？可是耶稣愿意与人享受那一切的祝福跟美好，耶稣的第一个神迹耶，你知道吗？耶稣喜欢我们享受他所创造这一切美好，可是他不要过量到去替代上帝该有的位置。有人喝酒喝到酒已经是他生命的主人，你知道吗？那叫做酒瘾，对不对？有一些人赚钱赚到钱是他生命的主人，你知道吗？钱是非常好的仆人，可是非常糟糕的主人。你开心的让神去引导你去做你的工作，然后让钱被你所使用，而神来引导你，钱成为最好的仆人。你可以带着你的家人在比如说年节的时候包红包，然后很开心去到处去玩，那些都需要钱，钱是很属灵的，只要被合神心意的人所用。所以尽管按照神的心意去得到美好的财富没有问题的，而且你真的需要这个祝福，在过年这个时候你更加的需要。 OK， 好，所以你要知道上帝喜欢我们享受他所赐给我们这一切美好哦，只是不要活在
让那些替代上帝的位置。好，我们继续往下了，时间的关系。好，律法之下，逾越节过后第五十天，西乃山神透过神，西乃山神是谁？我想说，原来有一个神叫西乃山神，还有一个叫什么红海水神，是不是？听起来好像武侠小说，没有逗号。西乃山神透过摩西颁布律法，三千人死去。律法颁布下来，第一次死三千个人，没错哦，这都是圣经的对比哦。恩典五旬节第一次圣灵降下来，三千个人得救，你会发现就是一个很清楚的对比啊。为什么都是三千？为什么？因为 I love you 3000。现在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Love you tons. I love you 3000.他女儿对钢铁人说的话，懂了吗？所以你看，连一个最红的电影，神都拿来对你说，为什么是 3000？ 为什么不是 I love you 5000？ 对不对？他就是 3000 啊，对，所以神这边也跟你讲 I love you 3000， 就是这样啊。感谢主，我们继续往下。恩典之下，因信称义，蒙恩得救的义人，好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好，律法之下，麻风病人使洁净的人变成不洁，对不对？在律法之下啊。你今天有没有很开心？小明很开心要去吃逾越节晚餐，他穿着漂漂亮亮的，因为律法有一条规定，就是如果你们家吃不完那个羊，就可以跟邻居吃，对不对？所以小明每次负责去买羊，都买最大只的。为什么？因为隔壁邻居阿花，他实在阿花终于出现，他其实是想着要跟阿花一起吃，所以他都买最大只的羊。好，所以呢，他就很开心，穿着帅帅的，然后呢带着他们家烤好的羊，然后呢要走去邻居的时候，刚好中间有一个坟墓碰到，不洁净，大家知道吗？他就失去了跟阿花一起享受美好的羊的机会了。这就是律法之下，或者是好，那今天所以、那个小明决定搬家了，他搬到一个中间没有坟墓的，绝对不会再发生这种事。隔一年又买一只最大的羊走在街上，然后呢要赶快去阿花家要一起享受，然后一个麻风病人经过碰了他一下，又不洁净了，是要怎样？懂吗？在律法之下，麻风病人使洁净人变不洁了。后来小明信了耶稣，他又买了一只羊。其实你已经信耶稣就不用再守逾越节，跟没关系，他爱吃羊爽，他其实只是找理由跟阿花约会。他又再买了一只羊走过去，一个麻风病人碰到，麻风病人得医治，一起找他来吃羊，是不是？这就是恩典嘛，是不是？所以阿花从此就总是，反正阿花幸福之处就是永远都有羊吃，无论有没有小明。好 ，OK， 恩典之下，耶稣使大麻风病人得洁净。事实上，我们现在也是啊。我们现在好，假设真的有人得麻风病，然后你不要随便碰他祷告，麻风是会传染的哦。但是如果神有感动你祷告，你就去做，就不会有事哦。然后呢，耶稣碰到麻风病人，麻风病人得洁净。在律法之下，任何人碰到麻风病人，他变得不洁净。这就是恩典跟律法的差别。那你现在在恩典之下还是律法之下？那你现在还会很怕说什么？那东西会不会玷污我们吗？会不会弄脏吗？会不会什么？那个东西有什么邪灵？有什么？我们会不会怎么样吗？真的有所谓邪灵附在某个东西上面，真的有。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你的，你真的知道你不平安，就不要把那种东西放在你家里。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有一个东西，人家说啊，你家里不可以放龙的东西。你知道牧师名字叫洪巨熙，对不对？所以有一个牧师跟我说，洪巨熙，我觉得你还是改名。为什么？洪巨熙就是红色巨大的蜥蜴。这也是我自我介绍，红色巨大蜥蜴。红色巨大蜥蜴就是启示录里面那只大红龙啊。所以你怎么可以取这种不吉利的名字？你要赶快改名啊！我就回去祷告了一下，然后我祷告了一下，我就神跟神的回应就是哈哈哈哈哈哈。我就好，哈哈，好好，所以我就没有去改名，就这样。但是这个自己知道就好，不然等一下有人就说，你看洪巨熙牧师自称大红龙，没有，我不是，不要再断章取义。OK， 好，所以呢，恩典之下，耶稣使大麻风病人得洁净。我跟你说，根本就没事，好不好？好，继续往下了。好，律法之下罪会传染，恩典之下圣洁跟公义会传染。有弟兄姐妹会问这种问题啊。那我们每天都在讲恩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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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犯罪人他也知道他罪得赦免，他哪有动机去改变啊？你知道，其实就很像是在律法之下罪会传染一样，
在恩典之下，圣洁跟公义是会传染的，你知道吗？你会慢慢慢慢慢慢的发现你真的变好了，如果你在听真正的福音。比如说，好，我相信现在在直播的某一位弟兄，他那天还跟我说，他从听了恩典福音，他已经那次跟我讲已经40几天，他完全不想抽烟了。他之前超级老烟枪，然后一直抽，他听了恩典福音之后，然后呢，神开始引导他，他听多了之后，他不是禁止自己不再抽烟，而是他发现他开始不想抽烟。即便有些人他想，他把心转向神，然后神给他力量，他就不抽了。如果到今天还持续的话，他可能已经60、70天了。可是就算他从中间，他中间又抽一次，又怎么样？重新开始啊，那是自然发生的。但我们当中有抽烟的弟兄姐妹，你不要被定罪，只是就是为了你的身体好。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你骑摩托车在车上吸的废气比烟还要毒，你知道吗？如果说我们禁止人家抽烟，那就很像是为了你的健康，我要禁止你骑摩托车，对不对？去搭捷运啊，就隔壁那个人还是很臭，没有，那是另外一件事。你懂我在讲什么吗？所以我不要用禁止的方式，我不禁止你做一些事，让你自己被圣灵引导，你会自己越来越好。可是确实圣经上有说，凡事都可行，但我们总不说要辖制。所以任何事情会辖制你的，你都不要被他辖制。了解？好，但是我不要禁止你。我们不会有规定恩种教会一定要怎样。恩种教会只有一定的一个东西，就是一定要相信牧师很帅，然后你们就会觉得这是律法。好了，没有了，这是唯一的律法。好了，继续往下。 OK 啊，律法之下，神追讨罪直到3代4代，没错嘛，对不对？可是恩典之下，神不再纪念所有一切的罪前，所有一切的罪神都赦免，不再追讨啦。所以你现在算一下，哦，糟糕，我阿公以前犯过什么罪，然后3代4代，阿公、我爸、我啊，连我小孩都会继续被追讨啊。现在不会，懂吗？了解吗？所以你在实际上，你确实会发现有一些阿公做这些事，然后爸爸做这些事，为什么小孩都做这些事？就算他在恩典里头，因为那叫做自由意志的选择，那不是诅咒追上来的。他有能力不要这样做。其实你在恩典里面，你不是不会犯罪，而是你不再受罪辖制。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以前在律法之下，你会发现你禁止自己去做那些不该做的事，你只是不断的养大，就很像是你有没有去海里玩那个球，你把那个球压在水里面，对不对？你可以压得住，对不对？可是你又发现你怎么压，最后它总是会弹起来，因为海水很滑，对不对？你其实你生命中你以前的方法，或者是你现在的方法，我也许你可能还有一些这个部分也是律法，就是你在你的生命中你想要解决的问题，你的方法是压住它。比如说我有网络上去看不该看东西的，我有那个购物狂，所以我解决的方法就是我家的网络我每次上去都要按密码。以前有一个牧师跟我讲过这个故事，他说他以前有这个状况，他要看那些东西的时候会有一个，他装了一个程式会挡，然后他就要 key， 然后那个密码就是什么，比如说耶稣救我，或者是什么说我不要看密码，什么我不要看那些，他打完之后继续看。他打完之后，打完比如说我不要看，我主啊主啊我是罪人我不该看，打完之后继续看。为什么？因为那个叫律法，你限制自己不可以，很像你把它塞着，很像你把它塞在那个球，你把它压压压压压压着，它总是会滑弹上来的。那你知道恩典的方法是怎么样吗？你不让他有权势，那颗球直接气消掉，他就沉在海里不见了，懂意思吗？你不用再压他了。那解决方法是什么？比如说好，以戒烟来说，不是我不可以抽烟，不可以抽烟，而是你定睛的神，然后你跟神说，主啊，我不想抽烟，我不想要再这样子，我不想要再这样子，请你帮助我。然后你里面可能还是会想要抽烟一开始，那你就在抽烟的时候还是主啊，请你帮助我，不想抽烟，主啊，我真的不想抽烟。主耶稣，在云柱火柱中，我与你相遇，没有了。其实我的意思只是举个例子，就是说，即便你真的不想要抽烟，可是你抽了烟的时候，你还是跟神说：“主啊，就算这个时候你还是爱我的，然后你要帮助我，然后你很爱我，然后我真的不想抽烟。”哎呀，好了，我以前没抽过烟，我是演的，演技不错哦，谢谢大家。
一定要讲清楚，好 ，OK， 所以啊，其实你要知道，你要活在那种释放的生命里面，你就会发现你那个焦虑跟恐惧不见。你知道很多人为什么没有办法戒烟吗？因为他想戒烟，为什么？因为很多人抽烟的解决方法，为什么现在一直在讲抽烟？好，没关系，圣灵感动吧。好，抽烟很多人是要解决压力，压力很大去抽根烟放松，然后他最大的压力是什么？就是我要戒烟，所以他每次想到我要戒烟，他压力就来了，那抽根烟放松吧，是怎样？所以他就说：“好主啊，请你帮助我戒烟。”然后把重担卸给神，然后慢慢、慢慢、慢慢，他那个焦虑就越来越少了。他就自然的，他醒来，他突然间发现：“我怎么已经那么久没有抽烟了？”就是这样啊，了解吗？好 ，OK， 继续往下，还是不要控告你。就算抽烟，就算你有烟瘾，你还是艺人，你知道吗？艺人不是你的行为，是你的身份。你可能有软弱，可是你就是有其中一个软弱的艺人。我们这里世上每一个人都还是有生命中的软弱的了。哦，我不是鼓励你抽烟，我鼓励你健健康康的，但是我鼓励你不要在辖制跟律法里头用压的，要在自由里面得释放，了解吗？好，继续往下。律法的功用是叫人知罪，律法犯一条就是犯众条。来，我们来看经文，雅各书二章十节，请念。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好，这边提到只在一条上面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圣经上说的，对不对？雅各书啊，这个雅各是谁？就是耶稣的亲弟弟雅各，就是那个我们之前提到，我又要讲到使徒行传，就是那个叫保罗在耶路撒冷给大家看说你是遵行律法的，叫他做的那个雅各写的雅各书。即便连雅各书，雅各书很棒啊，它是神默示的圣经啊，可是我必须跟你说，那个时候他们也面临同一个问题。你知道马丁路德吗？他知道马丁路德是谁？马丁路德就是500年前改教的那个人。 OK 啊，雅各书二章十节，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们的马丁路德，他读雅各书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因为他要翻译圣经，对，他那个时候说他好想把雅各书丢下去，他这样说的。为什么？因为雅各书看起来很不恩典。事实上我们下次有机会再来讲雅各书。我跟你说，真正的真理，真正的福音就是能够被检验。我们从雅各书你会看到恩典福音才是真的，你才会发现恩典真理是真的。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讲雅各书，反正你看我们使徒行传快讲完了嘛，对不对？好，所以呢，只在一条上跌倒，就是犯了众条。那我们来看吧，罗马书十四章二十三节，请念。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好，这个刚才也讲到了，而且这个是非常适合年节的时候用的经文。有疑心而吃的就有罪，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你过年很晚，你在玩桌游的时候，是不是很想再来一碗什么呢？花生汤啊，或什么，是不是？那个时候你是充满了信心之吃的吗？还好你在恩典里，是不是？欢欢心心的，该吃就吃吧。但是祝福超自然的介入，不要胖。这个我就只有这个祷告，我就没有做出见证。我已经祷告做多少吃了，吃了长智慧，长相不长胖；吃了是长智慧，也长身量了，都会就是。祝福他就是不会胖，好，就是这样。好，所以你知道吗？光这条你怎么活得下去啦？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啊！你吃什么都出于信心哦？哪有？不要骗了，对不对？你今天早餐吃什么？没吃？你以为这样会瘦吗？没有啦，这不是重点。好啦好啦，对不起。好，祝福你想瘦就瘦，健康好。OK， 若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光这条你做不到，你吃什么东西你就有疑心啊？哦，这个到底是有机的还是那个这个？酱料有没有过期啊？或是那个吃会不会过敏啊？这吃会不会胖啊？你每天都在疑心啊，有没有？常常会有，那个真的可以吗？之类的，凡不出于信心都是罪啊，真的是这条啊，对不对？好，继续往下，马太福音五章二十八节，请念。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然后这条呢，我们不要定大家的罪，他真的在圣经上真的是这样说的、啊、对不对？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这人的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就是这样啊。但是你要知道，就算你软弱了，神还是爱你。
不要定自己的罪。但是事实上圣经上真的是这样说的、啊、反正总而言之，圣经上在新约里面的要求是这么高。我们继续往下看，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请念。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OK， 这边讲，凡恨他弟兄就是杀人的。你真的没有恨过弟兄吗？我都恨姐妹。非常好，很好，你们很尊重圣经。所以你看，这个经文对姐妹多不公平。你吵架的时候，你很气恨你的老公，然后你老公说，恨弟兄是杀人哦，我恨姐妹没事哦。怎么可能啊，凡恨弟兄姐妹就是杀人的。你看这是新约啊，约翰一书啊，你确定没有吗？不要定自己的罪。但是老实说，光这条你也做不到、啊、因为老实说，饶恕是一个过程。你被一个人伤害很深很深很深，你那时候会恨他是正常的，是正常的。你不要硬压迫，那说啊，我是基督徒，我不可以恨他，我不可以恨他，我不可以恨他，那就是那个你把球压在海里啊，早晚会弹起来的。你不会因为恨一个弟兄就下地狱，不会。但是你要恨一个弟兄对你不好，我们举一个例子吧。小明又出现了，小明跟阿花分手了。然后呢，阿花家住在高速公路的交流道附近。然后呢，小明觉得我对阿花那么好，这还是连续剧，我已经买那么多羊给他吃，他还跟我分手。阿花之类的，小明就这样，所以他就心里其实很痛恨阿花，然后又很痛苦，然后怎么办？他说，我再也不要看到阿花了，我再也不要经过他家，我再也不要经过。你大家有很多经验嘛，你去一个地方，你去某个风景区，想到想当年我跟谁来的，有没有？有没有这种例子？去某个餐厅，想到当年我跟我女朋友来过这里，当年我跟我男朋友来过这里，有没有？有没有这种例子？哦、你现在不方便讲，好，你旁边那个 OK， 我懂我懂 OK， 好 OK， 好，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小明觉得我再也不要经过阿花家了，太痛了，他没有办法放下他对阿花的爱，然后由爱转恨。所以呢，那因为小明他在新竹科学园区上班，所以呢他每次他平常是开车要从台北开去新竹科学园区，可能要开40分钟，要开一个小时。好，可是呢因为阿花家住在高速公路交流道旁边，所以他为了再也不要经过阿花家，所以他决定走省道去新竹。他每天三个小时才有办法上班，再三个小时回来。请问一下，你认为小明不饶恕阿花，阿花每天就会站在他家门口，小明怎么还没出现？我已经数了20000台车子了，小明怎么还没来？你以为阿花会这样吗？阿花才不会，他继续快快乐乐吃他的羊肉。没有啦，羊肉是上一个故事，你懂我意思吗？小明不饶恕阿花，到底是小明痛苦还是阿花痛苦？他每天要多花2个小时在省道挤着，在路上挤，懂意思吗？然后小明有一天，他在主的爱里面，他原谅了阿花，他终于可以又上高速公路了。他每天省了4个小时来回的车程，请问饶恕对他好还是对阿花好？对小明好吗？对不对？那你要不要饶恕？你饶恕真的对你好。你不饶恕一个人，你里面有多大的痛苦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假设有一个人骗走你的钱，你很恨他，很恨他，很恨他，你可以前面很恨恨他，很恨他，神也接纳，也知道你生命中很软弱，可是慢慢慢慢慢慢你要好起来，不然你很恨一个人会影响你的睡眠，会影响你的身体。你都已经钱被骗走，连健康都要被骗走吗？你都已经钱被骗走，你连你的睡眠都要被骗走吗？你都已经失去那些钱呢，你还要失去其他的吗？而且又没有用，对不对？所以你要干嘛？把它交给神啊。但是当然，如果说是法律上的东西，你有一些司法或各样的行为是 OK 的，绝对的，懂我意思吗？弟兄姐妹是可以用法律保护自己的。OK 啊，所以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你要饶恕人，不是你不饶恕你就不能上天堂，你不饶恕是一个罪，真的是。可是你所有的罪都被赦免了，你还是可以上天堂的。但是为了你在这地上活得好，你要饶恕人，为你自己好。而且你又不是饶恕他就不跟他讨钱，你可以饶恕他还是跟他讨钱啊。大家知道意思吧？你饶恕他是你心里面你已经放下这个东西，把他交给神，还是可以跟他讨钱啊，该告他就告他，没有问题的。OK， 好，凡恨他弟兄就是杀人，你们晓得凡杀人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所以啊，这是新约的规条，我们怎么守得住？
你守得住吗？没有任何人守得住，但是耶稣做到了。所以耶稣做得那么好，你就是这么好。了解，我们继续往下咯。好，耶稣没有废掉律法，他替我们成全律法，并与我们另立新约。大家知道这个经文吗？耶稣没有废掉律法，很多人以为就觉得啊，他说我们这个有人说啊，恩典福音就是废法主义。你知道有一个叫律法主义的极端，然后一个叫废法主义的极端，然后有人就说恩典真理是废法主义的极端。没有啊，我们没有废。我知道真的有一些，他们说他们是基督徒，其实他们根本不是基督徒。普救论的普救论大家知道是什么？就是有人抓着一个经文就硬凹说啊，耶稣为世人死，所以有没有信耶稣的人都会得救？个头啦！如果是这样，那耶稣就早一点在人类创造的时候先死，先然后直接创。就是如果有普救论是对的，耶稣根本不用死，他就直接救赎所有人就好了。反正普救论是错的，只有真心信耶稣的人才会得救。只有真心相信耶稣的人才会得救。好，耶稣没有废掉律法哦，他替我们成全律法，并与我们另立新约。我们来看圣经经文，马太福音5:17，请念。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所以有些人就会说啊，那些废法主义的教会哦，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啊。对啊，你要看再下一句啊，乃是要成全。什么是成全？我们往下看。好，罗马书8:3，新普及译本，请念。我们罪恶的本性软弱，摩西律法救不了我们，上帝把儿子交出来，在肉身里为我们做了赎罪祭。好，罗马书开始论述和合本，这里你不一定看得懂，但是我觉得这个版本新普及本在这个部分翻得非常的好。我们人类有罪恶的本性，我们犯罪，摩西的律法是救不了我们，因为你做得不够好嘛，对不对？所以上帝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交出来，天父把儿子交出来，在肉身里为我们做了赎罪祭。然后会发生什么事？来，8:4，请念。他这样做是为了让我们这些不再跟从罪恶本性，反倒跟从圣灵的人，能完全满足律法公正的要求。天父这样做，主耶稣这样做，是为了让我们，直接看黄字就是让我们满足律法的要求。主耶稣在肉身里为我们做了赎罪祭，天父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给我们做了赎罪祭之后，就是为了让我们这些不再跟从罪恶本性，反倒跟从圣灵，能够完全满足律法公正的要求。我知道，如果说你是一个认真读圣经，你会思想这个问题啊，没有思想这个问题，你还是认真读圣经，不要被定罪。好，这个话有语病，好，要小心。好，牧师在台上说话要造就、安慰、劝勉，好，台下就没关系，不是、啊，是都要安慰、造就、劝勉。好，他这样做是为了让我们，他的目标是要让我们完全满足律法公正的要求。可是有人就会说，可是要做到不再跟从罪恶本性，要跟从圣灵才会完全满足律法公正的要求啊。很多人会这样说，对吧？你认真的读圣经会看到这个东西啊。可我跟你说，后面就有解答。来，请看哦，8:9，请念。你们并非受罪恶的本性掌管，若你们有神的灵住在里面，便是受圣灵的掌管。人若没有基督的灵住在他们里面，就根本不属于基督。好，这边8:9提到你们，这个你们就是我们嘛，哦，罗马书的受文者是谁？就罗马教会啊。好，哦，不是有一个姓罗叫罗马的人，好不好 ？OK， 好，罗马教会，罗马教会绝大部分是外邦人哦。罗马大家知道吗？罗马现在也还在，就在罗马，没错嘛，对不对？大家知道星期五礼拜几？要不要还要想一下嘛？星期五就是礼拜五。OK， 好，你是不是刚才真的想了一下？哎，对，有星期五礼拜几？还把手机拿出来，星期五礼拜几？翻一下，哦，星期五礼拜五，没有，星期五就是礼拜五。好 ，OK， 所以罗马在哪里？就在罗马。好，可以，好啦，罗马书的受文者就是我们这些外邦基督徒，所以他说你们就是我们哦，我们这些基督徒，其实所有基督徒都是，我们不是受罪恶的本性掌管，我们有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就是受圣灵的掌管。人若没有基督的灵住在他里面，就不属于基督。请问你属不属于基督？你信耶稣，你属于基督，对不对？没错，对不对？那你属于基督，你就有基督的灵在你的里面，对不对？有吧？你知道基督的灵住在你里头吗？严格说起来，圣父、圣子、圣灵与你同在以马内利的那位位格是圣灵。好，严格说起来是这样。然后呢？
耶稣基督现在在父神宝座的右边，但是呢，因为他们又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所以其实我们又在他里面，他又在我们里面。好、哦，了解，好 ，OK 。所以呢，我们是有基督的灵，基督的灵就是圣灵，就是天父的灵，就是耶和华的灵，没有问题哈、哦。好，这是三位一体。好，所以你有基督的灵了，没问题，对不对？好，那这边说你有神的灵，就是基督的灵，对不对？若你没有神的灵，就是你有基督的灵。如果你有基督的灵住在里面，你有神的灵住在你里面，你就是受圣灵掌管的人，对不对？这边都经文，对不对？所以你不受罪恶本性掌管，对不对？好，我们回前面看哈。好，所以呢，请问一下，这边提到不跟从罪恶本性，反倒跟从圣灵人，然后呢，就会完全满足律法公正的要求，对不对？然后八章九节说你是受圣灵掌管，这边提到你要跟从圣灵，请问掌管跟跟从哪一个的等级比较高？掌管跟跟从，跟从是出于自由意志的跟从哦。我说，哎、欸。今天我们一起，我们是同事。我说，哎、欸，中午我们休息，我们跟我一起去吃牛肉面。那你说我不要，我喜欢炸酱面。哦，好啊，那边他有卖炸酱面，走。哦，那就可以去，对不对？这叫跟从，你跟我去，对不对？那掌管是什么？今天我是你老板，你是我助理，我去哪你就要跟我去哪，我就直接走进牛肉面店了。你是可以不走进来，是不是？你有种不要进来啊，你就再也不用进来了。你最好过年前做这种事，我还省了年终啊，你懂我意思吗？我再举一个例子，跟从圣灵，跟从是出于自由意志，是你想跟的叫做跟从。掌管是比如说，好，假设 我有一个、木偶，然后呢一个那个那叫什么，一条线传下去，那个那叫什么，傀儡，好，对对，就是那个皮，那个皮衣影视，就那类的东西，我是不是掌管着这个木偶或是这个东西的动作，对不对？这叫掌管，我干嘛他就会干嘛，我动他就会动，对，这叫做掌管，对不对？你看这边论证起来，就这个经文论证起来，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有基督的灵，有基督的灵就是受圣灵掌管，所以你是圣灵掌管，对不对？你既然是一个受圣灵掌管的人，你当然是一个跟从圣灵的人，没问题吧？我们用两个例子举嘛，我们再讲一次哈。如果你是跟从，我们是同事，说，哎、欸，中午跟我去吃牛肉面，哦，好，这叫做你自由意志跟的。今天我是老板，你是我的助理，我就直接走，说，哎、欸，我就说，哎、啊，来来来，我说，哎、欸，走，我们出发了，然后你就跟着我，我们就走进一家牛肉面店。请问一下，你可以要或不要吗？不行啊，因为这是你的工作嘛，对不对？这叫做被掌管。了解，那所以你是一个受圣灵掌管，你当然是一个跟从圣灵的人，所以这样查清起来，而且上下文查清起来，所以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都是跟从圣灵的人，所以你本来就是已经满足律法公正的要求了，有没有问题？没错嘛，上下文查经啊，读经是上下文，已经解经平行经文，对不对？好，所以呢，主耶稣这样做了，所以让我们能够满足律法公正的要求，所以你才能够称为义人、啊、大家有没有记得我们以前学数学的时候，高中数学不是常要解题吗？然后要用一个一个定律、一个公式叠上去才能够解出那个题目吗？哦，你们是那个文组的，好，第一类组的，好，田阿伯，好，没关系，上帝爱你们哈，我才不相信你们全部都是文组。好了，没有了，没有了，就是我们其实圣经也是这样，它是一个理论，很清楚的一个一个一个解经解出来的、啊。耶稣这样做已经让我们满足律法公正的要求了。所以如果说你已经满足律法公正的要求，怎么样？有什么好处？就很像啊，我跟你签了一个约，你满足了这个约的要求。比如说，好，你是一个演员，我说，哎，你要帮我拍三部电影，我要给你1000万美金。好，那你就帮我拍了三部电影，你是不是理所当然跟我要这1000万美金？那耶稣为你完成了律法公正的要求，那你还是完成啦，那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要这1000万美金？懂意思吗 ？OK， 所以啊，所有律法里面我们做不到的部分，耶稣为我们做到了。可是他做到又算成我们做到的。为我们做到是什么概念？大家刚才有订便当吗？好，假设刚才我们的玉俊传道打电话去便当店说：“哎，老板，我们要100个便当，那一个80块，所以是8000块。”好，讲好喽。那突然老板生病了，哦，这老板好可怜，还被我们举例生病。好了，小明做100个便当，然后呢他就生病了，他就赶快打电话给隔壁老板娘阿花，他们长大了，虽然没有在一起，可是阿花也开便当店。好，就打电话，阿花，我身体不舒服，虽然我们分手了，
我也从交流道那件事上得释放了。小明工作失败，他原本在 新竹科学园区，现在只能卖便当，因为那个科学那个好了，这不是重点，不笑话不需要联系。好了 ，OK， 好。然后呢，小明就打给阿花，阿花，帮我出货给100个便当，恩总教会中小修一段6号酒楼，记得要收8000块。然后阿花就帮他送来了便当，我们是不是还是要付8000块？还是因为阿花送来，我可以不用付？阿花还是完全满足了跟我们的这个便当的合约，对不对？我们是不是还是要付代价？所以这个便当谁出货不是重点吗？好吃就好啊，健康卫生好吃就好啊，对不对？所以呢，无论是小明出货还是阿花出货，都满足了便当的约的要求。无论是耶稣做的还是你做的，反正他帮你满足了律法公正的要求，所以8000块你领去了，懂了吗？所以阿花有没有权利拿那8000块？有，了解了哈。所以大家还是要奉献。你看我们吃一次便当要多少钱？好了，牧师这样收奉献的方法太低级哦。没有啦，大家是不用来，不用付便当钱，不要用付便当钱的心态来奉献，真的不用。但我跟你讲，一个便当80块。好了，不要再讲牧师。好了，开玩笑，开玩笑。我只是要告诉你说哈，你一定要用回应上帝的态度奉献的时候，你不要觉得隔壁都有。丢我不丢很丢脸，不用，你就是练习属灵的厚脸皮。不是啊，这叫做我就是活在恩典里，我不奉献神也是爱我。你有压力就不要奉献，真的没关系。我希望你快乐，我希望你平安。但是如果你想要操练十一奉献的，真的要来操练十一奉献，你会发现财务的自由真的，你如果你去看希伯来原文，丰盛就在十一奉献的希伯来原文的字里面。你真的十一奉献，你会经历那个财务的超自然。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神已经为你满足律法公正的要求了，所以你不再是你得做一堆事讨他的欢心，你只要信他就很欢心了。我们不要活在那个我得做一堆事才会被爱，我们已经不用再活在那个我要做好才会被爱的生命里面，你已经被爱了。牧师常常穿这件 T 恤S lies a king， 叫做什么？不是使徒行传像个国王，要加 ACTS 才是使徒行传。这是你的动，你要活得像个国王，你的动作像个国王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因为你被呼召要做一个王，得胜的一同做王。哎 ，T 恤一件1000，请在后面。没有了，我没有，我不在广告，我没有在卖 T 恤，而且这个不是我在什么什么属灵的地方买的，我在一般的店买的，在美国店里面买。你的行为要像个国王，为什么？因为你被呼召像国王。你知道，其实这个衣服对我而言，我今天早上穿这件，我问神说：“主啊，我要穿什么衣服？”我还蛮无聊的。然后我就想要这件衣服。然后呢，我觉得上帝告诉我一个信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子跟女儿。你无论如何，你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事实上，你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甚至于连口里没办法承认，你只要心里相信，你就必然得救。相信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为你埋葬，为你复活，你就得救了。 OK， 这个叫做得救。可是圣经上还有一块叫做得胜的一同作王。得救就是任何一个人只要相信就可以得救，可是你生命中还有得奖赏的那块，得胜的人要一同作王。生命中有很多基督徒的属灵生命是不得胜的生命，你知道吗？什么叫做得胜？你朋友跟你说，哎，有一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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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可以赚很多钱，可是你分明知道神告诉你不要做，或是那是一个违法的事情，你还是去做，这叫做不得胜的生命。但是你还是会得救，因为你是真心相信耶稣。可是你是这样，就是一个软弱的基督徒。可是我也鼓励弟兄姐妹，你不只是这样，就是你的生命你要 act like a king， 好不好？你以为你在街上做这动作都是变态吗？搞不好是。好了，对，你的生命要像王，你要开始活出一个像王的生命。一个国王会做这样的事情？简单说，一个国王会做这么低俗的事吗？没有。你要活在一个得胜的生命里头，让自己积财宝在天上。我希望有一天我们在天堂，你们每一个人都会跟我说：“君君牧师，谢谢你告诉我，我已经完全得救，所以我在世上很平安，在那平安里面，我可以去得更多的奖赏，然后我现在在天上是个王。”
我不是隔壁老王，我是个王。你懂吗？我期待恩宠教会是在神的国度产生最多做王的人的教会。我不是叫你去害别的教会，我们自己提升就好。 OK， 好，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你要活在一个真实的生命里头，那个真实的生命就是，第一，我已经得救，因为我在恩典里，我就是被爱，我已经得救。再来，我要越来越像耶稣，所以我做这些事情因着爱，我因着耶稣。而神的恩典如此的大，是你给别人一杯凉水都不得不受赏赐。为什么是凉水？耶稣不喜欢喝热水吗？不是，是凉水是最普通的，你井里打一杯水出来就是一杯水，都不用煮就不得不受赏赐。这是我们的主给我们的，你为的爱的缘故，为了爱耶稣，因着耶稣的名给这个弟兄一杯凉水都不得不受赏赐。所以我们其实也要活在一个爱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为你的奖赏。我不希望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只有牧师当王。哦天哪，好骄傲。没有，我真的是老实说，我们也可以有很多选择啊。你看牧师这样子风流倜傥，才够了。我的人生其实有很多我的梦想，可是我已经把它交在神的手中，我放掉了，我不要了，因为我要让神的梦想成为我的梦想。这是我为了做得奖赏做王的一个摆上。我希望你记得这件事，你在过年这段时间你好好回去思想。 As like a king， 身为一个国王，你知道老板跟员工的差别是什么吗？老板都会觉得为什么一直在放假，员工觉得为什么一直在上班。那一个国王的心态是什么？就是我无论如何，我上班我也是为神上班，我工作为神工作，我休假也为神休假。所以你可以好好享受这个假期，也可以好好享受你的工作，然后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得奖赏的生命。这是我们神已经为你做成的工作。好，让我把眼睛闭起来。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祝福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主，要让我们能够活在一个得奖赏的生命里面。主要祝福我们，让我们享受那一切的祝福。主要让我们来经历圣经上所提到的那个生命记二十八章，凡我们手所做的尽都顺利。主要无论是你在做菜的时候，我们在做菜的时候，或是无论我们在做各样事，我们开车在路上的时候，或是做各样事情，都蒙你的赐福，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主要而且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平安，就是即便我们好像多吃了多喝了，或者是觉得好像我一个基督徒怎么会睡到什么下午，或是我一个基督徒我怎么玩到天亮，这个时候你还是知道神就是爱你，来帮助你，他对你充满了各样的美好的祝福，他希望你过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生。然后你不要在任何罪疚感里面去做这些快乐的事情，你就去快乐的做一个合法的事，享受与你家人在一起的幸福跟美好，多陪你的家人，因为你的家人只有你是他的家人，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家人。你的兄弟姐妹就是你的兄弟姐妹，他不会再有外面任何血缘的兄弟姐妹。你的父母、你的儿女只有你，你的位置是不可替代的。让我们好好花时间陪伴我们的家人，爱他们，祝福他们，然后有机会为他们祝福祷告。不要强迫他们信福音，他们看到你的快乐跟平安，他们会看见这个神真的不一样，他们会看见许多的神迹祝福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祝福这里每一位，然后也祝福大家经历各样美好的，无论是经济上的，以及或者是与家人相处，或是各样美好的祝福，在这个美好的季节里面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这么爱我们，让我们欢欣享受你所赐给我们这样的美好，如同你第一个神迹把水变酒的神迹。谢谢耶稣，奉主名祷告，阿们。好，让我们站起来做信仰宣言，我们打从信来念一遍，一二三，请。我相信上帝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相信他胜过死亡，并且从死里复活。我现在是上帝所爱的孩子，因他流的宝血，我大大得福，蒙受极高的恩宠及深深被爱。我永远脱离疾病、灾害与死亡。耶稣如何，我在世上也如何。好，感谢主，请打开你的双手，闭上你的双眼，领受本周的祝福。主要向你献上感谢，你已经为我们成就律法一切的要求，你已经为我们完成律法所有一切公正的要求。
主啊，所以我们可以蒙福。主啊，我们尽管跟神支取各样的祝福，而不要觉得自己不能不配，因为耶稣已经做成了，所以我们可以得着。所以你可以支取罪得赦免，你可以支取病得医治，你可以支取贫穷得饱足。这个贫穷不只是经济上的贫穷，也是人际关系上的贫穷可以得饱足，经济上的贫穷可以得饱足，夫妻关系的贫穷可以得饱足，亲子关系的贫穷可以得饱足。你在全方位人际关系的贫穷也可以得饱足。主啊，是你自己来做奇妙的事情。主啊，是的，使福音的那个全备的祝福临到我们这里每一个人，不是靠我们的行为，是靠完美的耶稣。主啊，是的，我们在恩典里头，我们就在学习，不是看我做的多好，是看耶稣已经做成那么的好。我每一次不行的时候，我就定睛耶稣的十字架，知道耶稣做成我就安息了。主啊，是的，透过我们的幸福，让我们活得这么好，让我们活得这么幸福，大家就会说，哇，真的耶稣不一样。祝福这里每一位欢心的心安理得的享受上帝的美好。主啊，是的，你用生命记二十八章的祝福来祝福我们。主啊，使我们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居首不居尾，在上不在下。主啊，你用各样祝福来祝福我们，使我们手所做的、身所下的、我们电脑所按的、手机所按的、印表机所印的、我上传的、我下载的，都蒙福。主啊，祝福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使我们经历你的美好祝福。主啊，是的，而且让我们福杯满溢，满溢到那个大家会说你怎么这么蒙福，然后你就说，那当然是因为耶稣啊，所以是他扒着你说，带我来信你的耶稣吧。祝福这里每一位欢欣喜乐看见上帝的荣耀，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末了。大家一起说阿们。好，弟兄姐妹，听完今天的分享，再来我想邀请你做一个祷告，邀请耶稣住在你的心里，这是完全没有任何要求，是白白的礼物。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闭上你的眼睛，我说一句，你跟我说一句，得到这个美好的祝福。好，要开始了，请把眼睛闭上，我说一句，你跟我说一句。亲爱的耶稣，亲爱的耶稣，我邀请你，我邀请你住到我的心里，住到我的心里，来祝福我，来祝福我，做我的救主，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做我生命的主。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罪，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罪。从今天开始，从今天开始，我不再一样，我不再一样，我进入蒙福的人生，我进入蒙福的人生，我要看见美好，我要看见美好，看见丰盛，看见丰盛，看见荣耀，看见荣耀。亲爱的圣灵，亲爱的圣灵，请你现在来充满我，请你现在来充满我，来引导我的一生，来引导我的一生，使我经历超自然，使我经历超自然。亲爱的阿爸天父，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带我回家，谢谢你带我回家。我现在是有家的人，我现在是有家的人，是有后盾的人，是有后盾的人，是有背景的人，是有背景的人。我是神的儿女，我是神的儿女。这样祷告，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